SQ23 就是一首歌，第23届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决赛门票现已公开发售，特别表演嘉宾岑宁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悠悠岑宁儿，我会在5月24号来温哥华为 SQ23 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担任表演嘉宾，希望到时候你会喜欢我的表演，一定要来哦。眼泪都觉得自由。